团长，都清光光了，全怪你。拜托，小姐这场毫无贡献，纯划水了。团长也太帅了吧！对不起，彩儿，我还是慢了一点。没关系，你没事就好。幸好这次只是失去了嗅觉，我还能听见你的声音，感受到你拥抱的温度。好了，加上这次的收获，咱们团目前一共有32662点功勋。哇，比第二名多20000多，咱们岂不是稳居第一？没想到这次行动竟然拿到了这么多功勋，除了任务奖励每人200点功勋，击杀嗜血贝塔每人又额外奖励了300点。那回生成了，我要把猎魔塔的东西全买个遍。这是你昨晚召唤出来的小猪？不对啊，召唤时效应该早过了吧？怎么还在这里啊？那这，我也不知道啊。不会是我的生灵之门又出问题了吧？要不我们把它做成烤乳猪吧？你最好先检查一下你的灵魂契约。我不要，我的本命召唤兽居然是这个小东西。本命召唤兽，本命召唤兽可是召唤师一生中最重要的魔兽伙伴，而且每个召唤师一生都只能拥有一只本命召唤兽，灵魂契约一旦签订就再也不能改了。我根本不知道我什么时候和他缔结的契约。这只小猪除了吃还能干什么？有一张会嘲笑我一辈子的。看事情不能只看表面，它能和你悄无声息的缔结契约，绝对不会是一只普通的小猪，说不定它有成长成为神兽的潜质呢。团长要你以后变成神兽。对呀，你看皓月同样那么小一个，不一样很厉害。对了，团长，皓月什么时候回来啊？昨晚战斗皓月消耗太大，已经陷入沉睡了，需要一段时间来恢复。啊，皓月不在，我们团的实力可大打折扣。小子们，快出来！血魔关众人听令，华晨已被我困于领域之中。所有人立刻不惜一切代价协助龙皓晨前往指挥司。记住，驱魔关之存亡在此一举。侠者大人是在用生命为驱魔关争取时间，快扫清指挥司附近的魔族。所有人和我一起支援龙皓晨。班长，我来帮你开路。吃我一锤，再吃我一锤。司马仙，团长，快去指挥司，这些家伙我替你拦着。好，撑不住就先撤。放心吧，就这些魔族，我能打100个。是六级剑门双刀魔，麻烦，这里交给我，团长你先走。在看哪里？不对，上是我。
要你躲。人呢？赶快把他给我找出来。跟我走，这边能直通指挥司。你这家伙在这些方面还是有几分聪明。给我搜，要放过一个人类。千万别出声，外面可都是魔族，要是被发现就惨了。这样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去找团长了。麦冬，出发！